们来到这个海边，不过还没到真正的夏天的时候，还挺凉快的哈。我们今天去玩一下船，你敢去吗？敢去啊。敢去啊。我到底是敢去。我是有点不敢去。有点不敢去啊。还有个我们一起去啊。一起去啊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啊，等着看哈。走，出发。多少钱坐一船了？两个人150嘛。两个人150。对，一个人100。两个人100。哈哈哈哈哈！睡一觉，把拉不飘起来。你看，他说衣服都不会湿的，只是往两边铺的。对呀、啊，感觉看着好吓人呐。他想自己都漂移了。你敢去吗？对不对？我怕。不用怕。还有救生衣，全部配套的。敢不敢去？我不敢。你是怕掉到你掉到那个海里了？不用怕。我看我以前那个冲浪把水呛到过，我都怕水了。你以前做过没有？没有做过。我也做过这船的。去玩一下啊！两个人你看，他美丽的，他大声一点，真害怕。你不是也怕水？你那天当大王没看过吗？要重复的知道，不重复哪里知道？再看两遍。这船有啥好看的？这有什么不好看的？也好看的。我自己去闯过去才知道。我不敢去，别叫我，你两个去，我来拍。我出钱，你去做。不是说出这钱的问题。哎呀！不用怕，我闯是哪里知道了？这个怕那个怕，兄弟，难得来到咱们海边，你看多漂亮，漂亮是漂亮，是吧？燕子不陪你去，我这个当表哥的陪你去冒险，好不好？那你陪我去就没意思，没意思。我这个吧，你这话说的是我伤心了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人家玩的多嗨，他们是玩的嗨，哎，来到海边主要去玩一次，燕子都看。他这一套那一套，我再问你一句，去还是不去？我们两个去真没意义。最后一句，去不去？不去我一个人去。一个人100，两个人150。你看我赠送的还合适。去不去？去，走走。我们来到南澳，也要去坐一下游艇，尝试一下，尝试一下刺激。大海，我来了。快去呀、啊，当大王去！大王去，大王去！大王，我来了！这里有美女，来，快去，美女来了！当大王，快去！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？谁能预计后果？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？一点点无心错。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？谁人负你负我多？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？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心不记恨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还是保护我，看他的表情是要哭了。阿明，下路吧，燕子，你也来一次。我看王敏都要吐了，来，脚都发抖了。他还说要保护我的人，保护的是不是吓到了？像我两个去做，我现在肯定要跳舞，肯定吓到，吓哭了。没有吧？好舒服，真的好爽，去体验一下。哎，我去，我看王敏都吓哭了要。哪里这么严重？真的要吓哭了。这钱到的有点快，一分钟快点捞一下就没了。对呀、啊。解放碑这上面你是什么感觉啊？
啥感觉？你不怕我看到你脸就是哎呦。